Jesse， 然后我跟那个乔维哥老师会教鼓的课，然后音乐是一种 communication， 音乐是一种交通，然后好的交通者 good communicators， 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 good 好的交通者，不是因为他们会讲，而是他们会听，所以我会强调听力。然后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，比如说我们会研究一些敬拜歌，或者我想准备一些像卡拉的音乐，可是不是把 vocal 拿掉，是把鼓拿掉，然后给大家试试打20分。OK， 谢谢大家。